又是一天的早上，小琪琪坐在桌子上。一个小姑娘点了一首美国歌，每个队都有几个那个当地的领队。你看这几个人，还有这块这两个人，都是那个足协从当地的这个足球组织赛事的公司专门请的欧洲的这些人，帮助在这个当地做联系和带队工作，所以领队也是他们。刚才一个小姑娘点了一首美国歌，因为他们这领队带了自己的那个喇叭来了。这个什么教练，他爹是个老国脚，自成副业，腿上有一个注水猪肉的印。这些领队挺牛逼的，他们都是从西班牙过来的，都是西班牙人，但是会说英语，会说法语。上次去葡萄牙也是他们，所以应该是连葡萄牙语都会说。天狗是，天狗是高压逼抢的意思。这管子是热的，这是暖气呀。昨天的比赛在场上交流有些问题，所以今天就加强了在场上的那种互动，那个效果看着好一点了。像整体在移动了，现在是，尤其是高压逼抢的时候，需要大家协调度非常的高。室内足球这术语专业性太强，好多我都听不懂。但是他们在场上就是互相之间的交流全是用术语。因为昨天的比赛小琪琪表现非常突出，所以小琪琪昨天小琪琪一直是都在踢那种后卫的位置。当然室内足球没有专门的位置啊，大家都在互相换，但是以前小琪主要是攻后卫的位置。昨天因为把他拖到前头去以后效果特别好，进了四个球啊，几个球，然后所以今天很有可能小琪琪继续打这个进攻型的球员。又假装没看见，今天好多观众啊！今天是对阵地区选拔队，是整个地区选拔出来的好球员跟他们踢。那边还不忘了在这卖卖球衣。Let's go!
哎呀！带小二子来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孩子成天要吃饭，你说饿他一两天又怎么了，非得天天都吃饭，而且嘴还特别刁，这不吃那不吃。我其实很想尝一下法国当地的菜，像什么突尼斯的什么炒饭啊，还有这边烤肉什么，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喜欢吃泰国菜，要不然就是反正全是美国的那些乱七八糟。 Uber Eat 小二子点的 Pad Thai，这是我弄的什么一个鸡肉饭还是什么玩意儿。我刚才又去超市买了四五瓶酸奶，这里边太好喝了没，那个法国的酸奶，这两天我每天几乎都要喝个两三桶。 Let me 开吃鸡排，全世界的炸鸡排怎么都一个味儿啊，全世界黄瓜都一个味儿，全世界酸奶都没有法国的好喝。点赞加关注，带您看真实无包装的美国。